我想啊，今天呢、啊、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不但是中秋节一年一度的，而且呢也是呢我们这个少族的丰年祭。我们看到这在这边呢有呈现几杯啊这个米酒，这是我们的少族啊，他们在每一次丰年祭啊一年一度啊，他们特别啊要喝他们亲自酿造的。找小块的，找小块的，找到小块的了耶、yeah、我把它剪开来，大家夹起来，叫哪个中汉男不可以吃这个，快！你不可以吃、这个，中汉男要吃肉，吃肉吃肉，我还没用。来，导播，我们先给中汉男镜头，来，中汉男。嗯，他好听啊。是活的吗？活的活。叫你不要吓人嘛，彭丽。欢迎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也感谢今天所有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收看我们今天水沙连枝叶的现场直播，很热闹。开心你们，开心。我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晚间新闻的时候，台视晚间新闻的时候、可以知道啊，就是今天啊在北部啊都下着雨、很可惜看不到月亮，北部的民众呢没办法看、欣赏到月亮。对，不过今天我们算是天公作美啊，在我们日月潭呢，虽然啊目前啊这个黑云啊遮住月亮了，对，但是呢我们今天在这边啊没有雨的话，我们还是一样可以在这边享受我们今天晚上热闹的气氛。对 对, 对，所以我们特别斥资千万安排这一个舞台啊、希望的观众朋友有一个美轮美奂的视觉享受。没有错，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啊、真是非常的美。是，不仅这样，我们另外一个现场、在德化寺，因为今天啊是我们少族的丰年祭，那边有很多精彩的表演。我们今天另外一位主持人呢，啊，在那边落单了，哈哈，是是是的，秦伟哥哥，我们来欢迎秦伟，来来，秦伟，欢迎来到第二线现场，我是秦伟的了。今天很多人在问水沙连枝叶是什么意思呢？沙连就是平埔族对我们内地原住民的总称，日月潭多水，所以叫水沙连。今天更是中秋之夜，也是我们少族的丰年祭。还有大家知道，我们台湾原住民总共有九族，今天少族不但办生日，我们台湾原住民通通到齐了，而且我们大陆的汉满蒙回藏苗瑶都到齐了，而且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有少族、潮族、卑南族、布农族、雅美族、排湾族、赛亚族、阿美族、泰雅族，通通到齐，所以要锁定我们众议夜总会，众议夜总会 so good。 我们第二现场马上报道非常精彩的内容，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频道。OK， 好，小郭小伟不要太羡慕我啊！ Okay, 谢谢股东，谢谢，是是是，谢谢秦伟。所以秦伟在那边呢、一个人背得很详细。不过最重要的，今天呢、有很多的名知名的艺人啊，是今天来到我们现场啊，跟我们共襄盛举，陪大家过节。是的，一起来陪伴我们大家过度过中秋佳节。欢迎今天特别来宾，欢迎钟汉良、洪丽、董连华、吴凯欣。哇，今天这个画面啊，我想观众朋友在家一边吃月饼啊，是还可以一边欣赏我们的美女。我们今天是事后一王啊，而且颜色特别的鲜艳动人啊。是是是，我们是本着、月圆人团圆。午后一王，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没有啊，母后在上啊，母后啊，这个我们吴君如是这个王后，对啊，这我们里面都是这宫女啊。对对啊，今天我们这四位美女啊，我们今天待会要进行我们的山珍海味。我一开始请我们这几位特别简短的来跟所有观众朋友们来祝贺一下。是是是，林佳怡。各位现场的朋友，各位主持人，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了，中秋节快乐。好，吴凯欣从香港来的。大家好，哪个好，吴闺女好。其他主持人 好, 好, 好，现场观众大家好，我是吴凯欣。吴凯欣，中秋节快乐！来，欢迎吴凯欣，欢迎鼓励。还有我们的这个在我们演艺界啊，这个赫赫有名的、大姐大董连华，是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呢，我们在日月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在这里呢，祝福各位朋友一个非常温馨的中秋佳节。讲得很好。来，欢迎彭丽。好，我是彭丽，很开心今天来到这边，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月圆人也团圆。小太阳钟汉良，大哥好，吴君如好，各位好，大朋友好，大家朋友好，小朋友好，好，大家好，帅哥好，中秋节快乐，Hello， 好，我们今天这五位特别来宾呢，一开始啊，要跟我们一起来进行我们的山珍海味，来，请各位向后退两步，来，就位，好来，我想啊，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不但是中秋节一年一度的，而且呢也是呢我们这个少族的丰年祭。我们看到
这在这边呢有呈现几杯啊这个米酒，这是我们的少族啊，他们在每一次丰年祭啊，一年一度啊，他们特别啊要喝他们亲自酿造的。哎，大家能喝的喝一点，一人一杯，这是米酒。好特别的米酒，配醉吗？这个样子要喝醉也可以啊。来，也祝你们这个唱片啊，各方面都已经大发。干杯！干杯！干杯！谢谢。真的要干杯吗？嗯，很辣。这是米酒，好香哦，是他们亲自酿造的。蛮好，很好喝，对不对？嗯、而且是真的可以喝吗？而且啊，真的是养颜美容啊，香香的，好喝，对不对？有点像糯米。是是是，不过啊，我们先这个酒之后先要杀菌的，因为呢，我们今天山珍海味呢呈现的不一样的。平常观众朋友知道，我们是每一次啊，在我们节目中啊，都会有一道菜。今天是特别日子，我们有四道菜，啊，四道菜。现在呢，我们先来吃品尝，请各位来品尝第一道菜，来。也是恐怖菜吗？哎，也是一样，山珍海味。不一样，今天特别的日子，山珍海味。哦。尤其啊，我们知道这个日月潭啊，这个可以讲这个风景名胜啊，而且有很多的这个特产。啊，来。好，要我来现试一次吗？来。好。好。好，每一次都是我先。请享用。是。你看，我太大一片了，做得多漂亮！太大了，太大了，来小一点，觉得是每一次都觉得很恶心。哇，你没有用过筷子是不是？蛇肉是不是？为什么那么大一片啊？这么大片，对呀、啊。哎呦，吴君如，你看，樱桃小口，樱桃小口，太没有遗憾了，遗憾。你还要讲话？来来来，彭丽来，我们一起来享用。等一下，我找一个小块。找小块的，找小块。找到小块的了耶、yeah ！我把它剪开。来，大家夹起来。夹哪个？钟汉良不可以吃小块，你不可以吃。钟汉良来，要吃肉。吃肉吃肉，我还没用。来，导播，我们先给钟汉良镜头。来，钟汉良。嗯。觉得怎么样啊？是什么肉啊？你？哎呀，撞人家麦克风，你看看。你小心点好吗？钟汉良，好吃，好吃，对不对？彭丽呢？还没有吃啊？来，彭丽。快吃啊！不要哭了，他上一次哭的。上一次在我们节目中啊，哎呦，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来吃一点，咬一口干，惨，这是真的，在日月潭呢、啊、才吃得到的，别的地方吃不到的。好不好吃？不知道是什么肉，可是蛮好吃的。蛮好吃的，你看、啊、我们这个菜色配的很好。来，苟年华晚饭都没吃，我们的所有艺人他们沿路啊赶到，我们就塞车。来。觉得怎么样？上次的好吃太多了。像什么肉啊？猪肉啊？来，胡凯欣，胡凯欣，我们先吃好了，待会再请他们来看。呜呜！我的，我们的音乐太恐怖了。林佳怡，不是不是，绝对不会。不会是狗肉、啊？这是大家在家里面的宠物。我们家狗才生小狗，我想我吃狗肉。不会不会，这是狗肉，一定不会是狗肉。今天你看看，我们今天是搭的一个水上的舞台，在这个上面呢，你看大家来享用晚餐，感觉不错。来，这样子，我们先派两位美女，来林佳怡，嗯，还有我们胡凯欣，林佳怡先来，请过去看看。好，我陪你去看。我们今天吃的，我们今天好几道菜，哦，所以我们时间紧迫，我们又是现场直播，来，林佳怡，没有，来林佳怡请就位。我陪你去看。这里别请站中间，请站中间，站中间。我要站中间，因为你一定要看到什么东西，好不好？那等一下你要靠近一点，哎、欸。我不能让他们看到。准备了，小哥准备要先了、啊。来，等一下胡凯欣一起来。哦，两个一起、啊，好来，一起看。那请靠近一点好吗，两位？今天大家穿着打扮不会，绝对不会，不会害你。什么东西啊？还没看到？这是活的吗？什么东西？有没有看到？什么？你看看彭丽，你看彭丽，你看已经吓成那个样子了。是。哎哎哎哎！让他逃走，让他逃走了。制住了。啊！制住！来来，让他跑走了。来来来，这镇海是假的，真的真的，真的还是假的，活的还是死的？死的，活的，活的，来了，来一二三。哎呦！什么啊？这个是什么？它是什么啊？这个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标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噔噔噔噔噔噔噔，来介绍一下，这就是太空飞鼠啊。哎，它的毛好软哦。
这个我们这是吃他的肉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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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列入了这个保育的。对对对对。而且飞鼠来讲，只是在我们这个一般来讲山中啊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现在列入保育的动物。所以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啊，万一你在山里面呢碰到这种动物的，千万不要去捕捉它，也不要惊吓它。哎，今天我们做的是保育篇呐。对，刚刚各位吃的是假的猪肉，猪肉啊猪肉啊，这是我们的第一道菜，我们也呼吁观众朋友们来进行我们的啊。多多关怀我们的这个保育动物，对对对，飞鼠算是我们这边的特色。我们现在是我们的第二道菜，继续下来我们吃什么呢？第二道菜，中间这一道，中间这一道，来，请各位好享用。直接就吃了是吗？这个各位观众可以看看我们四位的美女啊，她们的吃相，哎，如果吃相好的话，哎。将来呢就可以列入这个考虑的对象。好了，快吃了。嗯，觉得怎么样，李佳怡？有一个怪怪的味道，有点腥味，对不对？因为山产啊，基本上来讲，这个腥味比较重一点。有点像牛肉干哎。牛肉干。佟丽呢？太硬啊。佟丽。就不是猪肉，也不是牛肉。羊肉吗？不是猪肉，不是牛肉。可是我不知道什么肉。到底什么肉要不知道了。钟汉良。差不多牛肉，我想是牛肉，牛肉，牛肉，很老的牛肉。哦，这样子啊，那这样子，今天我们香港的艺人有胡凯欣，还有我们钟汉良，请他们两位现在，请他们来看，再看到底吃的是我们香港的朋友一起来看。来来，两位啊，一男一女，金童玉女，哎，这一对男女请注意了，请注意了啊，靠近了哈，这个是山产。哎呀。现在观众朋友们在家里面很纳闷，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到底什么呢？是什么呢？两位没感觉，来，一二三，请看。噔噔噔噔！哇，他好凶啊！他流口水耶，没有他看到人就会流口水。这叫做果子狸，他看到人呢，他会跟人吐口水啊。是，就是表示把你吓退掉。哦。那这个现在呢，都是人工饲养的。是是是。所以刚刚吃的果子狸是真的果子狸的肉。真的果子狸肉。真的果子狸的肉。对。啊，真的吗？但是我们现在都是人工饲养的。哎，都是人工。可是他很可爱耶。因为我们现在有专门是人工饲养啊，因为在这个在日月潭来讲也是相当具有特色的。对对对，这是我们这边的特产。果子狸平常很少有人会看到啊，只可能有吃过它的肉。对，哎，而且果子狸最特别的地方啊，就是果子狸它只吃水果，所以这个肉啊被人类认为很干净，所以就人工饲养。很难看到果子狸，但是很容易看到郭子乾。对，是，哎，这个我们两位看到了哈。你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你胆子好大，都不会怕，两个都不会怕啊，没感觉。他觉得可爱吗？是蛮好吃的，蛮好吃的。好，这个我们来看看我们第三道菜是什么。来，来，这个因为中秋节啊，我们不要啊找一些啊太恐怖的动物啊，所以我们都找很可爱的。来，第三道菜，牛，鸡肉，不错啦，你还没吃饭是不是？待会我们端到后台去，一人再拿一把白饭。大家都在后面吃起来了。这肉好小，好小。钟汉良。好，大家都尝过了。现在呢，我们请来胡凯欣，胡凯欣跟彭丽，我们再请两位美女，胡凯欣、彭丽。请过去看看，也是吴凯欣，每一只都是他要看，他胆子很大。不是，奶哥为什么专门找胡凯欣？因为胡凯欣都没被吓到啊，是不是？怎么会胆子这么大呢？来来，请看看看头前的哈，看头前的。是活的吗？活的活。叫你不要吓人嘛，彭丽。所以说我们制作单位找彭丽来就是这样，给彭丽吓到。哦，是给彭丽吓到，被彭丽吓到的，我还以为被他吓到。你不要哭了，每一次都是哭。来，这有多钱啊？你给他盖小姐的。这是标本，标本，标本，标本。这是山枪。解释一下。对对对，这是山枪。山枪也是这个早期的台湾那个朋友很喜欢吃的一种动物。是。那现在呢，已经濒临绝种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再度提醒现场的朋友，你要碰到这种动物的话，千万不要吃它，不要打搅它。除了美好。刚刚吃的当然就是这种肉，别人的生物，不是这种肉。这个我们呢，这个三项也是算是保育类的。对对对，呼吁观众朋友们来关怀我们的保育动物，也是我们这里的特色，希望的特色永远维持下去。来，最后一道菜，我们时间紧迫，来赶快。好，来，现在这道菜很特别，很明显是鱼呢。今天是有鱼有肉，很明显是鱼吗？大家知道，在日月潭啊来讲啊，这个很多的这个名产啊，都跟这个海产啊，或者说是这个山产有关。当然，其他的也很多。钟汉良一直在跳跳跳。要骨头啊！要骨头，你要吃骨头吗？
你喜欢吃骨头吗？你吃肉吗？不要吃骨头。这个我们今天可以讲色香味俱全啊。我们看到五味，你看看狼吞虎咽的样子啊。吃一点肉嘛，蛮好吃、啊。肉很嫩，好吃，好吃。巩连华，巩连华一直保养的这么好，就是常常吃鱼。这个鱼啊，对人的皮肤，它里面有一种胶质啊，对皮肤最好。蛋白质嘛。巩连华，还有来林佳怡，来，请你们再看看这是什么鱼。鱼我不怕。因为这道鱼啊，真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平常啊很难得有到机会吃得到。是，来看。来，这鱼总不会是恐龙了吧？当然不会，当然不会。就是鱼了。一、二、三。是什么鱼啊？漂亮的鱼，这是什么鱼？这个特别要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你们这种老朋友就不知道了。现在小学课本里面都有记载这种鱼，是这种鱼呢，原名曲腰鱼。那这个仙洞通讲工啊，来过日月潭以后，特别喜欢吃这种鱼，觉得这个鱼肉啊细致鲜美，所以呢，总统鱼，老百姓改取名叫总统鱼。据说吃了这个鱼以后啊，二十年之后就会当总统，吃了就会当总统这样。所以我跟郭子乾来到现在已经吃了两条了。对啊，而且发明了一首歌，我们将功看到这种鱼，取名总统鱼。哎呀，好啊。即兴创作，是不得了。不过今天呢，我们今天安排这些呢，都是我们算是南投县呢、可以讲非常有名的，对啊一些名产。一个特色，欢迎观众朋友到南投来观光旅游啊。